各位好，欢迎如约走进今天的好戏天天看。今天呢，我们精心为您准备了一部豫剧电视剧，名字呢是《黑娃的婚事》。这部戏啊，说的是青年农民黑娃，因为脸特别黑，找不着对象，于是啊，他的母亲李大脚为续香火，强逼着女儿黑妮儿嫁给了邻居的傻子白能，而且呢，还将白能的妹妹白妮儿换来做了黑娃的妻子。可是，就在这黑娃最幸福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一件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事儿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咱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。只要白妮儿她欢喜。
同学们记住回去写作业啊。半截儿，天成哥，半截儿，天成哥，半截儿，天成哥，这两年你上哪儿去了？到外地打工去了。俺娘得了病，我只好辞了那儿的工作回来教书。听安庄学生说你教书教了好，他们都喜欢听你的课。半妮儿，你约我来这儿到底啥事儿啊？我想问问你着了没有。你知道是你喜欢了人。我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那娘想想啊。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是这半妮儿，你别说了。我天成哥，我对不起你。事到如今你就认了吧，跟黑娃好好过啊。我走了。天成哥，按心里的话憋了好几年了，憋了俺都受不了了，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你就让俺往外逃逃吧。几年来俺端起饭碗，你在碗里，俺睡在床上，你在俺梦里，想找你说怕别人见了说闲话，还怕你不理俺，俺的心都快要碎了。天成哥，我知道你比俺还苦，是俺害苦了你。天成哥，我就是死了也还不起你这杯良心债。天成哥，半妮儿，恁俩忙着了。哎，恁忙，恁忙，接着忙，接着忙。嘿，那接着忙啊。黑娃儿，我，你个王八蛋！天成哥，天成哥，你给我跪下！你黑娃儿，去！你跪不跪？黑娃儿，该跪的不
是我。你说啥？是你。我？对，你，你不仅把他妹妹推进了火坑，还断送了百年一生的幸福，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吗？你，你给我上放那光耳皮！你害我！害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给我！我求求你，别打了！给我！你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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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给我哥！给我！给我哥！给我！啊！鬼子！给我哥！你放下我！放下我！给我哥！放下！鬼子，我杀了你！不！不！给我！慢点，你放开他！你让他杀了我吧，中啊，小子，算你小子有够，杀了你，咱一块儿过着你。不，黑娃，要杀你就杀了我吧，是我约他来了。你，黑娃哥，黑娃哥，黑娃哥。完了，哎，那饭呢？在锅里给你围住了。啊，哎，哎，哇，拜妮儿，她娘家有点事儿，她下午回去了一趟，她叫我给你说一声啊。哎，哎，是黑子。哇，你咋了？没事儿。有点感冒。傻孩子，感冒了就得吃药，我给你找。
娘，你还没睡呢？我在这凉快一会儿。哎，白妮儿啊，娃有点干嘛，你催他吃了药啊。哎，投了谁吧？黑娃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，你就说出来吧。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，你来俺家这几年我哪一点亏待你了？你有点小病，我吃了白糖都是苦了，看见你掉一根头发我的心里也是酸的。白妮儿啊，白妮儿，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。黑娃，你别说了，我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，只要一上床，你不是这疼就是那难受。我想要个孩子，你说你身子有病不敢生，为了你我该忍的都忍了，你说我哪一点对不住你了？黑娃，你说呀。黑娃，不是你对不住我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说你啥时候跟那个野男人勾搭上了？那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啥？没结婚你就把绿帽子给我戴上了？黑娃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。贱货。Bye.
个心眼跟你过，行不？回来了。哎，洗洗吧。哎，再酿了。给五了。上大工，烧大香，菩萨保佑吧，菩萨保佑吧。哎，哟，咋了，妹子？谁欺负你？家母，你好啊！好，爹。哎，我说亲家，啊，你是咋教育的孩子啊？再憨再傻，那也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啊糟蹋俺闺女啊！亲家母，咱那孩子你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叫我气的是没法没法嘞！哎，临来之前我狠狠揍了他一顿。这不，我不是替他来赔不是来了吗？这一回啊，我先饶了他。下一次要是再犯，可别怪老娘我不客气。亲家母，这你放心。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，你咋罚都中啊。
哎，妮儿，那咱回家吧。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他离婚。你胡说！亲家母，恁闺女可是把话说绝了啊！哎，料理也中啊，俺白家不赖给恁啊。白妮儿，走，闺女，咱回家。亲家，你别急嘛，妮儿啊，跟着你回去啊。我不回去。你又讲了不是？我打你，能打牛了都当马了，快回去。陈家母，你在，你在啊。你回来了，可想你。咱俩睡觉吧。你给我滚！呀呀，你还敢推我了你？您看这白妮儿呢，因为心里啊有着天成，所以一直没有给李大脚生个孙子，这可把他给急坏了，一直催着黑娃两口呢去医院里检查一下。这事情啊催得越急，这白妮儿的心事就越重。您看这边白妮儿的事儿还没有解决呢，没想到黑妮儿那边也出了问题了。到底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欣赏豫剧电视剧《黑娃的婚事》，明天见。